幸可以参与到《叛逆者》这部戏的创作中，然后在拍摄过程中，我与林南生这个人物一同成长。其实还有很多像林南生这样的无名英雄，我们到今天都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姓名。有责任让今天的我们能够知道他们，能够铭记他们。信仰是文艺作品中最美的精神底色。人的之间，过去被分。